慢慢走啊。小心踩到小虫子。西西姐姐，哎，找到我，那你快点。江江看着西西姐姐，就像看到亲姐姐一样，然后就一直黏在她边上嘛。西西姐姐的，那我牵你一起走吧。哎，主要是张张他走不动。张张，你快点走呀！张张太小太小。哎，张张，你坐里边。我不晓得。你不晓得，你不晓得。我快。我们走了这么久都没看见水。到底哪里有水源？知道什么是水源吗？水源就是水。对。水源就是水。我们斜坡可以坐着坐着，直接屁股坐下，屁股坐下，对。对。老师，为什么那些为什么是一些瓤是大的，一些瓤是小的？因为小的羊是大的羊的孩子呀。你看你跟你爸爸妈妈比，你是不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？喜欢你弟弟吗？好，不喜欢。为什么呀？怎么搞的？喜欢其实骗你。下雨了，老师。哎呀，下雨了，赶快。下雨啦！快找雨衣。下雨啦！穿上雨衣。像这样下雨的话，你们会把羊赶紧往回赶吗？不需要。现在这个还没事是吧？对，没事。我们现在去找水源吗？雨会停吗？下大雨了，走快一点。坚持啊，来，我拖着你。这我们要学会坚持，好吧？哇，太阳出来了，好漂亮啊！哇，彩虹，快看彩虹，快看彩虹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有红橘黄绿蓝青紫。雨会停吗？肯定会停。我们现在的家长基本上不会让孩子这样去淋雨，但是你看我们的孩子经历了一次风雨，他们就会变得很淡定，也没那么娇气，而且也能坦然地面对变化。好，我们慢慢地往那边走。走。姐姐，这